这个是我们应该说就是 V 台湾的社群跟英国的智库 ChatHouse 还有 OpenAI 合作的一个计划。然后 V 台湾在七月的时候跟英国的 ChatHouse 拿到 OpenAI 的补助，然后希望透过 V 台湾机制来讨论人工智慧的相关规范的议题。那同时因为OpenAI 会给我们一笔就是奖金，所以等于是他这笔资源也可以用来作为 V 台湾社群永续发展的一个基金这样子。那我们目前已经设定好我们的社群账户，所以之后的话就会跟 OCF 那边合作，然后把这笔钱飞到 OCF 的账户里面去，然后变成是 V 台湾可以继续发展跟办活动的基金这样子。那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是，如果人工智慧同时处理拥有人权跟当地法律文化差异的议题的话，那人工智慧在处理相关议题的时候应该要遵循何种原则？那人工智慧应该基于使用时的文化和地区差异改变回应吗？那我们目前已经架了一个 policy 的表单在这边。那基于这个议题呢，我们目前已经准备了近30个种子意见，不过那个是之前我们准备好的种子意见，所以现在已经有将近60个意见在那个网站上。那内容也经过讨论，我们也加上了非常在地化的使用情境，譬如说我们有提到客家人跟人工智慧的就是互动跟应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那大家在进入网址之后呢，可以针对相关的意见表达赞成与否，或者是新增意见来表达你对这个主题的观点。然后目前我们会在9月24号举办咨询会议 consultation meeting， 那目前地点预计会在台大会议中心，即时的会议中心。那当天也会有直播跟线上参与，同时我们也在邀请利害关系人，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就是丢就是一起扫 QR code， 然后一起来做意见征集。目前已经有将近104个人上线了。那目前也要招募，就是包含主持人、工作人员、联络人、小帮手，还有如果认识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有兴趣的人都欢迎介绍推坑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实体小创的地点呢？ 8月30号会在 NPO 4F 的厨房，然后9月6号会在社创，9月6号跟9月13都会在社创中心，然后9月 20号目前还在寻找 key holder。那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在这个 MeetGZ 的就是网站上进行线上连接，所以欢迎大家就是不管是能否亲自出席，都可以跟我们在线上参与这样子。那这是目前意见征集的状况，可以看到已经有104个人，将近2000个，突破2000个 votes 被送出了。然后这个是8月23号小松的时候，就是我们用了一个线上跟线下的 hybrid 的小松。好，那欢迎大家就是帮我们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呢就是有 policy 的电子，有 policy 的意见征集跟 newsletter 的电子报。谢谢大家。